您的冰粉请拿好。假的。哎，你没吃饭吗？我给你盛一碗吧。哎，我手机，你小子给我站住！把我手机还给我。不是，我没偷。要不是这个流浪汉，你的手机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哎，我手机。给。我再去给你拿一碗。来，再吃一碗吧。你知道你家在哪儿吗？老板，两碗冰粉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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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汤圆呢？我的小汤圆呢？小汤圆在这儿。爱情开始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以后就跟着我干了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喂，妮卡，下周我生日会记得来参加哟。你也配来参加锦衣的生日会啊？你这个样子真可爱。听说你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一起带来呀。你要是不来的话，那视频我可就……来，我来。走，买衣服。王总，女生还没找到。继续找，她可是宇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是。以后我男朋友帮你一个月伙食。三个月。妮卡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啊，没错。这是我前男友和死对头。我感觉你们俩不太熟啊。谁说的？他是我的 porcelain 色卡，他是四十几那卡布尼，五秒阿佩索一搜。把我手机还给我。不是，我没偷。妮卡，下周我生日会记得来参加哟。我感觉你们俩不太熟啊。谁说的？哇，妮卡，你男朋友长得好帅啊。是啊，你男朋友在哪儿高就啊？妮卡，你来，我有礼物要给你。那我去一下。喂，王总，大宇少爷已经找到我，在帝豪集团千金的生日宴会上。叫上所有人，准备出发。妮卡，你要不要我来帮你化妆呀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前面的事都过去了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不会怪我吧？哎呀，看把你吓的，我是看你脖子上有点空，想送你一条项链戴戴，跟我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
好看，谢谢。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一直都想送一件礼物补偿你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还是老同学啊。好。哎，米卡，你这项链真好看，真的哎，好有气质哦。谢谢。哎，这不是旭辉送给简一的那条星河之链吗？对呀对呀，听说是与世珠宝的绝世孤品，世间仅此一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简一都发朋友圈了，项链怎么在他身上？被屏蔽了。喂，王总，这里有一条大宇少爷定制的星河之链，但应该是赝品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，简一？这人偷了你的项链。就是他偷了你的项链。我没偷，是他送给我的。偷东西还乱说。大家别着急，万一是同款呢？我那条项链是定制的，项链背后有我名字的缩写。是不是偷的？看一眼不就知道了。啊，米卡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虚荣的一个人。是啊，居然偷项链。你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我没偷。米卡，我知道你怨恨旭辉抛下你跟我在一起，但是你不能为此就偷我东西啊。不是的，我没偷。米卡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虚荣自大，肮脏龌龊，怎么好意思带偷来的东西？也不知道带着偷来的项链天天炫耀什么啊。是我偷的。而且是假装自己是个白莲花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米卡偷了简一的项链还不承认。不是我偷的。给简一道歉。不是我偷的。还在撒谎。放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推我。大宇，你没事吧？少爷没事吧？少爷，你说他是少爷？他可是宇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大宇，喂，王总，大宇少爷已经找到了。你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我没偷。他可是宇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大宇。少爷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王总，哦不，宇少，是我眼拙，今天打错了人。是啊，要不是米卡他偷了我的项链。少爷，简一就是以前霸凌过米卡小姐的人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份证据。余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米卡他一直嫉妒我，欺负我。住嘴，住嘴！是你陷害他人在先，却还在这贼喊捉贼。不是的。首先，米卡没有偷你东西，化妆师确实没有监控，但你这个男朋友在里面安装了针孔摄像头。我的天哪，这太过分了。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其次，你那条项链根本就是假的，真正的星河之链我一年前已经定下，预定给我雨师的未婚妻。天哪，项链竟然是假的。真没想到居然是假的。别把50块一条的假货当成稀世珍宝。你一定是珠宝行弄错了，我马上去。余少，我今天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你欺负了别人这么多年还屡教不改，通知下去，帝豪千金有失德行，立刻终止和帝豪集团的所有合作。
还想跑？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这个还给你。不用，送给你。愣着干嘛呀？说好的三个月伙食，一天都不准赖。